话多是有一人消遣的啦，善食人啊认真读书才有前途啦。三位老师在消遣如何发家？永不放弃，梦想就在前方。我根本没有老师说的那么好。你要相信自己的才华。金马奖导演陈坤后重现经典的感动传承。县比赛算什么？我们去跟世界比赛，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。台湾草根精选电影《新鲁冰花·孩子的天空》10月5日卫视电影台感动首播。